怕我一跳椅子我被关了，那就尴尬了。看见没？他在到处跑，看我们家喵趴下了。宝宝，杨有看过我电影啊？不要，我会被强，我会被强下的，我会被强下的。你们也看不到，我也播不了。好，我现在坐在椅子上了，你们心心念念的椅子。对啊，警告来，我哪次跳舞不被警告啊？我哪次跳舞不被警告了？我就没有哪一次跳舞是安安静静跳。哦，有一次裙子穿的比较长一点，然后就没有被警告。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只要一跳舞就被警告。说没有啊？他就是觉得不保守，所以才警告。我今天这个衣服老是会那个，老是上蹿下跳的。我有毒。
我高跟鞋很高的，左侧的高跟鞋，我高跟鞋很高的，有十二厘米。我每次跳我的高跟鞋都12厘米。为什么我要戴墨镜啊？为啥我要戴墨镜？我90多啊。你们这些又要流鼻血又要喷的宝宝，你们倒是给我送点小礼物啊，帮我过过关啊。我172，冷风哥我172。再帮我多过几关，再给你们接着跳呀，再给你们接着跳呀。再帮我多过几关给你们跳呀。会死了，乱讲，太高了不好壁咚啊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你可以试一下，你可以试一下里面的壁咚，礼物里面有壁咚啊，你可以壁咚我啦。喊我名字干嘛？喜欢吃辣吗？还可以，我口味比较重，我口味挺重的。目前没有男朋友。快来壁咚我呀！啥？加个微信，兰博基尼，搜兰博基尼就可以加主播微信了。你们不要问我这些什么什么，这微信里边本来就自带的功能，你们还问我，很奇怪耶。那你们平时都拿微信来干嘛？就放那摆着吗？我早就想问了，那你为什么不问我？那你为什么不问我？飞鱼哥哥，你怎么不问我？我刚都想喊你了。